我以为我的皮肤很好。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宝藏 Megami 8-in-1 美颜仪。首先 Clean Mode 深层洁净，热温可快速打开毛孔，帮助清洁导出毛孔内的深层污垢和粉刺等等。接着 Moisturizing Mode 养肤导入，可导入保养品精华进入皮肤底层，帮助加快皮肤吸收力，促进皮肤血液循环。除了脸部、颈部，也可按摩热敷眼睛，帮助舒缓疲劳，改善黑眼圈。然后 Cool Mode 敷面膜步骤，敷上面膜可帮助收紧毛孔，消水肿，可温和容易敏感严重痘痘的皮肤，可以有效抗痘、消炎、杀菌，使用一次马上见效，晒伤也可以使用哦，还可以帮助控油和提亮皮肤呢。接下来 EMS Lifting Mode 提拉紧致， EMS 微电流是以每分钟600次电子脉冲电流直接作用在肌肉神经上，透过皮肤组织触达肌底，有效刺激脸部肌肉，达到提拉、紧致、塑形、瘦脸。使用后的24小时内依然持续作用，快速消除脸颊、眼袋赘肉，可修复肌肤状态，改善肌肤的健康状态，紧束 V 脸的曲线。最后 Collagen Synthesis 激活胶原蛋白，恢复肌肤弹性，让皮肤变得滑滑嫩嫩的，缓慢皮肤老化速度。Megami 8-in-1 美颜仪，10分钟养成你的素颜美肌。